今日是白家的商业答谢宴，不合适把事情弄大。当务之急是让这小子赶紧滚蛋才行。弟弟找什么妹妹呀？看姐姐这么温柔体贴。 就让姐姐来陪你谈心，不好吗？还有7分钟，是谁敢在白家闹事，不想活了吗？不对了，就是这小子，他不但毁了孟少送来的佳酿，还打伤了薇薇经理，还扬言要把这里给拆了。很狠的，他说你给他当狗，他还怕废饲料呢。什么？你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敢在白家的地盘撒野？哼！ 失去的给我跪下，让本长老砍你三百刀！还有6分钟，你看无视我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哇哇乱叫呢。宝石呢？我今天就让你尝尝本长老的独门秘籍狂傲鞭。这就是传说的狂傲鞭吗？这可来得太迟了，您见到这么多传说中的神兵利器。什么是狂傲鞭呢？有这么厉害吗？你连狂傲鞭都没听过，那你总该听过狂傲鞭千军万马陌上前吧？那可是煞星一般的存在。 小孩听了都不敢睡觉，一根破棍子而已，配你正合适。